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12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我们来给大家做的这一款呢是变形金刚啊，就所谓的一个编年史系列，它是一个第二号的一个产品，破坏大地的组合包 G1 还有 Movie 的一个造型的 Mechatron。那作为一个第二号的产品，那么里头的话呢是就是最早期的这个 G1 Style 的这个 Mechatron， 还有这个是。因为这款是电影第三集的时候推出的，所以它的一个最新的模具呢是到第三集的这个 Voyage Class 的 Megatron。 那为什么是用 Voyage Class 而不是 Leader 呢？因为当时第三集真的只吃到 Voyage Class。 那么它作为一个二号，那么一号是谁呢？这个也很容易去猜啊，这个 CH 就是这个编年史一号，是 G1 还有电影系的总司令官组合包。那么相较于是这个盒子来讲它比较大，然后里头的话当然也是 G1 的这个 Optimus Prime。 这个的话呢我先前有一个也是进化组合包，它是 G1 的 Optimus Prime 配上 SS38 的那个模具，那是因为后来 SS38 又推出，所以等于是说科布文还有继续往后面进化，但是这一款是第三集的时候推出的，所以它也是用第三集的一个 Deluxe Class 的一个模具。那作为一个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编年史组合包，其实这两款的话呢现在可能都不太容易买得到，特别是这一款这个破坏大地组合包，这个可能会更加的难买到。那它里头的一个纸质品呢有一样非常有趣的，它这个既然作为一个编年史嘛，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等于是这一面呢是狂派的各个时代的领袖人物的一个目录，你看 Megatron，然后这是 Galvatron， 上面都有标注的年代，1985年啊1986年啊，然后87年的一个 Scorbunk 萨克巨人，暗黑萨克霸王，还有这个是死神萨拉，后来又回到了 Megatron， 然后又有一个 G2 的 Megatron，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恐龙Megatron 恐龙王啊，还有之后的这个什么 Galvatron 等等，可能都是金属变体恐龙王啊，火龙王，还有这个十变密卡登，然后这个是舰队的 Megatron 吧，还有这个舰队的应该是这个格威龙啊，还有这个是什么什么魔王什么 Lida 什么什么什么，反正 OK， 还有这个银河之力的啊什么什么。后面你看到没有，这个电影第一集的这个 Leader 级的这个 Megatron， 它这个头啊还是当初的这个设定稿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头是不太一样的啊。里面还有一个联名款球鞋的一个 Megatron， 还有这个所谓的水枪蜜啊。电影二，还有08动画，以及到最后的这个到了还有中间还插了一个这个 Wolf Cybertron 电玩，还有最后就是最新的电影第三集 Voyage Class 的 Megatron。 那么反过来的另外一面的话呢，则是这个总司令官的一个年代表啊，最早期1985年的这个 Optimus Prime， 到了这个86年嘛，对不对，这个洛迪温啊就篡位成功了，之后的这一个这个超神人来啊，福特巨人啊，这个是 Cyber 星宇史达吧，对不对，名字应该是这么翻吧啊。还有这个什么 Daya Dolans， 还有这个 星辰科博文等等等等，还有所谓这个G2 雷射科啦，还有这个狮王科啊，星星啊，然后这个猛妈象，还有这个消防车的 OK 非常多，还有这个Super Link， 对不对，还有空袭金刚王吧，还有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银河之力，还有一个是球鞋的，然后到了电影系列，还有一个08动画 Wolf Cybertron， 还有一个这是经典 3.0 的时候推出了一个雷射科波文，还有到最后电影第三集的一个 DMK 的系列，这个零零总总啊，仿佛呢这个时光隧道一样，带我们穿越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变形金刚的一个历史啊。那我们来看到玩具的内容物了啊。那右手边是电影第三集 Voyage Class 的 Megatron， 这个 G1 的一个 Megatron， 但是呢到底 G1 有几种配色，几种版本，其实我没有很清楚啊。我知道呢网上我有看过一个全电镀银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啊，但是这一款的话呢虽然没有电镀，但是呢摸上去的话呢不会留下指纹，也是不赖的。那我们就先从这个 G1 的这个先讲哈，因为这个家伙呢比较简单，而且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它的话呢非常的重，你可以看到它身上呢这一大块都金属，脚掌也是啊，
然后的话呢，里头包括后面的这个连接感，包括这一块部件，所以这个玩具本身的重量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分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当然造型的话，它有很多的缺点啊，比方说啊，肚子前面啊自带一个餐桌啊，你可以吃东西的时候都可以不用跟人家啊叫外送，不用，你可以放在前面就可以。可动的话呢，也只有这个手臂360度的转动，头也是卡死不能动的。这只手的话呢，由于有这把大枪的关系啊，所以它的一个身体的重量呢会有一边。然后很明显它会往这边倒啊，那我看有一些人会故意把这个两腿呢稍微张开一点去放啊，确实人物的站立呢会比较稳固一点。脚底板的话也是很薄，然后脚的话呢几乎没有可动，不过呢这些呢都不影响它作为一个古董玩具的一个美感啊。身上有一些贴纸是我再贴上去啊，贴纸品质不是很好啊，而且的话这个地方呢，这个贴纸呢因为圆形不是好贴啊，我弄了一点快干之后不小心弄太多了啊，所以有一些残留的这个残胶在上面。啊，各位知道一下，我手残就可以了。然后它这里有个热感贴纸啊，那热感贴纸的话，好像不同的版本有些是直接是这种贴纸，而不是热感的啊。各位就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它的话呢，有附带了几个武器，武器的话呢，有固定的这个的话呢，因为你看它是固定，只有这一边可以插孔，所以你可以把它这个地方插到手中心去啊，这样插起来，这个就是变成拿一把剑。然后这个剑的话呢，这个样子看起来有点像这个《围城》里头，这个那把大型的巨剑，所以说 Megatron 拿剑好像也是，应该也是有所本的了啊。这样子就有一把剑，你看啊，这个重量的话，单边确实是比较重的，比较重，不太好站。好，虽然说它的这个脚底已经有很大的重量，但还是差了点意思。那么另外一把大枪的话呢，则是在它的握柄的位置呢是在这里。那这个枪的话就很明显只能单独的握在这一侧，我们先把这个大枪给取下来，因为它的这个握柄的话呢是在这一边，如果你握到另外一手去的话呢，它就会枪会整个反过来拿，剑可以换，但是枪的话只用限定在这只手。那各位知道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如此这般，这个反正就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但是呢，我初拿到的时候呢，我是被它的一个变形的话呢给惊艳到，我先把这个枪给组合回去，我们先来给它做一个枪形态的一个变化好了，真的是让我很惊艳。首先它玩具很重啊，所以你拿起来感觉就已经很不赖了。那后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比较容易松一点，那变形的时候呢，先把这个手啊都给缩进去，整个缩进去，这个部件往后面放下来，放下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部件旋转，这个地方往前面旋转，旋转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推一下，再转，再这样转过来到这边，好。然后呢，这里面是有一个凸的，对应边上面是有个洞，我们要把它给扣进去，这整个部件把它往下压。那往下压的时候呢，就是你要稍微去合一下，对一下啊，没有那么，有时候你第一，像我第一次对的时候是花了一点时间。好，扣进去了，这个再来是手臂，这个部件是打平的情况下呢，手臂的话呢直接转上来到这，这里也是一样，转上来到这里，然后呢手臂这里是有一个结合卡扣，扣起来之后，这里呢组合出一个红色的一个凸，它要扣进里面有一个缝，把它给塞进去。各位有看到一个 P38 的一个字样，非常的有趣，这里有个凸，然后里头有个洞，装你卡着，然后呢这个脚的变形就很爽了，直接往后面推。这个脚往后退啊，就跟这个 OPG1 的那个 OP 手往后面伸是一样的感觉啊，非常非常的爽啊。然后两脚合并，最后就是把它往上一推，这个P38 的手枪变形就算完成了。然后呢，由于它的一个这个地方非常的沉，非常的重，里头有大量的金属部件，你直接把它放在桌上呢，它就可以站得非常的稳啊，妥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两侧造型略有不同，这里有一个金属部件，有狙击镜。最厉害的是哦，我先讲它这里有一个部件可以翻出来的，这个那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可以激发子弹的，对，激发子弹，它的话呢有附带的很多的子弹，那我们只示范其中一个就可以了。我们这里我刚刚故意把它没装好，你把它子弹放进去之后，对，你可以是可以激发的，你看没有，就这么样就激发出去了。我们再示范一次，那我本来想它可不可以装很多发，但是好像一次真的只能装一发。好 ，OK， 就发射了，怎么样？非常的好玩吧？而且这个大小的话呢，如果说手小一点，或者是说女性的一个手掌的话来拿，
或者是 P38 的手枪本来就很小。哎，我记得鲁邦三世里头的鲁邦好像就是拿 P38 的手枪，本身就是偏小型的，所以就非常的赞。特别是这个握柄这里啊，这么沉的一个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啊、哦！第一次玩到这么好玩的手枪，对不对？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 CH02 里头 Voyage Class 的这个 Dark of the Moon Megatron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把这几个呢比较小危险的地方呢给松开来啊。这个地方啊，注意啊，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啊。啊，太久没有变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觉得太大意了，稍微弄出点白痕。这个地方啊，这一块部件记得把它推上来啊。如果你不把它推上来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呢是无法解锁转动的啊。那这个地方算是比较容易去忽略到的。那我干脆先从腿先变形好了啊。腿的话呢，因为到时候要稍微用一点力啊，这个地方先翻下来，然后呢腰转180度。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腰部的话呢往上面推上去啊，从这个地方。往上推上去，整个的往上推，用点力啊，用点力，这直接的往上推，这个力气需要有一点大。那这里我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一款这个 V 级的这个 Megatron 的话呢，它是有一个KO 的啊，就是不是这个配色，是美版的一个配色，它是有一个 KO 的。然后这个 KO 的一个判断的其中一点就是这两片部件呢往中间捏的时候呢，它到底容不容易捏。如果你发现很难捏的话呢，表示它有相当的几率是 KO， 还有这个地方啊，它很难打开，那也是可能是 KO 的。当然这个配色是没有了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部件往这里打开，这里的话有一个双动关节，我们把这个油桶的话呢，这个双动关节往上面提，提上来之后，这个地方往前面翻过来，好，先到这儿，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这里先往侧边打开，然后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往上面搓上来。但我这一款的话呢，这个关节这里是非常的紧啊，非常的紧。往上搓上来，好，到这边，两腿的话呢，做个简单的小合并，这里合并起来，合并起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往下面整个搓下来了啊，然后这个地方这一片忘了翻上来，好，然后呢两边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密合，到这边，我们呢先把这个车子的一个尾巴的部分呢给整个都给变完了。因为这里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模具啊，这个下半身有些地方过紧，那待会我怕太用力把前面又弄散了，所以先把它给变完，这个轮胎就翻出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接着上半身的一个变形啊，这个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后面可以先打开，胸口的话整个挑出来，这里整个挑出来，挑出来之后的话呢，里头的空间就足够了，可以把头的话呢给放进去，这个手臂要翻出来，这样才有空间收进去啊。它其实互相之间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干涉啊，手臂翻到这边来，接下来的话呢，你看到啊，在转这个方向，我们把它往前面推过来的时候，到这里这个部件把它整个拉出来，然后呢手臂的话呢往内翻进去，这里翻出来，往内塞进去，到这边来，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地方把它塞到这个内部来，塞进去，然后呢这个往上面提一点点，那把它往下放的时候呢，是这里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形状，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把它给扣进去啊，这个手啊忘了，应该先把它给合进来，好，到这边摁进去之后的话呢，上方的话呢距离就会很接近，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一个组合了啊，在这边都把它给扣起来，好，然后往适当的把它往下放下来，放下的时候呢，这里啊跟这里它稍微放着就可以了，不用扣得很紧，然后这里有两个透明部件的一个凸，一样的把它给扣进去，好，那么呢这个呢手臂的话呢内侧这里是有块凸，要扣进腰它的一个人物的腰部的话呢有一个缝，在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如果你发现很难扣，表示你的腰可能没有转到一个正确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到这边，好，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往前面翻过来，它是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把它扣进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先从脚先变形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就不为什么啦，就是一个个人的习惯而已。前方的话呢，要稍微的再去把它给 match 一点。那这里的话呢，几个小零件我都有上锡哦，因为它零件不太厚，但是又很紧，我怕它会坏掉啊，所以就把它上了个锡油了。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油桶啊这个部分，这个有一个楼梯一样的感觉是在前面。那就是把它给放进去而已，就折下来之后
把它给放进去，到这边卡一下就卡住了啊。那么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油罐车的一个形态。那我们的话呢，可以稍微去测试一下它的一个滚动性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呢，它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块布，这块布其实还蛮重要的啊。这个地方把它放下去，那它的话就是直接放在这里就可以了，那就有一个又对整个这个车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它的油罐车的一个形态，相较于人形的瘦弱啊，我想这个油罐车应该毛病比较少。那么如果你是买的是美版，它的车头的这个防撞杆的这个部分都是黑的，那整个玩具的话呢，就一个军绿色的一个感觉比较强烈，美版的话就比较偏灰黄黄白白的。那相信有很多人呢，当时也是对它呢做了很多的一个涂装。那如果你有那种很细小的铁链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绑在上面了，当时应该很流行这种方法。那这是本身这个在电影里头就是一个残破不堪的一个车辆，还有一些锈斑的一个感觉，那还有一些就是一个反正有一些烟熏啊什么脏脏旧旧的一个样子。那么呢，这个的话呢就是第三集的这个 Voyage Class，也算是第三集的时候最早一波推出的玩具，也是第一款我们能玩到的这个油罐车造型的一个第三集 Megatron 的一个造型。那事隔你看如今已经十年过去啊，那最近有一些就第三方啊什么的要完善，就把它的车型啊人形都做进一步的提升，体格也要变大，那我们可以一同来期待啊。那也算是发布的时间都比较密集一点，各位可能忘了之前还有一个梦工厂，所以其实应该有三家，也可以召唤官方了吧啊。好吧，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就刚好最近这个油罐密卡登的这种各种洗版，我就把这个变形金刚这个编年史第二号的一个破坏大地组合包给大家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